常跟弟兄在同一个小区聚会，去到我们弟兄家里，很有一个感觉，我们弟兄的家就像伯大尼之家，那里有爱主的妈妈，在那里服侍我，在那里做爱主的榜样。常见弟兄就像玛撒路一样，在那里做复活的见证。每次看到我们的弟兄，那是一个活的见证。我们这个家在张正家里面看到我们的弟兄，他是坐着如意，但是每次去我们都比较早到，去到那我们弟兄就在门口迎接我们，用了他一个喜乐的声音在那里跟我们打招呼，这一幕到现在还在我们。主耶稣啊，我觉得我们弟兄他身上的确有许多美好的点，是我们的榜样。我今天带的这个，前几天不是这样子，但是受了伤才能够体会我们弟兄他所受的限制，他所受的那一个为难和环境，他比我是大的许多了。我这样子包个一个纱布晚上睡觉就不能太容易睡，但是我们的弟兄他这四年间他在这里他的好像刚刚姊妹所讲的，我们虽然像是瓦器，但是在里面有宝贝。阿们，我们弟兄他里面有主。阿们，所以外面的环境是为难的，是人无法想象和理解，但是我们弟兄他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阿们，我们弟兄仍然维持他里面的喜乐。阿们，我认识我们弟兄很早，在青少他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2008年那场的车祸，我们几位弟兄也到了加护病房。如果我们弟兄那个时间就走了，是的确没有什么可以为我们弟兄做见证。但是主把我们弟兄留了四年。阿门。我觉得这四年我们弟兄是拼上命，拼上去，在那里做主的见证人。阿门。弟兄他有机会他就在那里传福音，几次在小区里面传福音，弟兄坐在那里，我可不可以为主做一点的见证？阿们。他的声音是沙哑，但是他用尽他的全力在那里为主做见证。感谢主本来今天有一位他同一天有交通，有一位从高雄来的，曾经是张正所传福音的一个年轻人，20岁，跟他的遭遇是一样的。原本是今天要来受浸，因为家里有点耽搁，感谢主，他听说他要在高雄受浸。阿门。我相信我们弟兄非常的喜乐。阿门。是我们弟兄撒了生命的种子。阿门。好像一粒麦子落到地里食粮，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阿门。弟兄实在在传福音的事上他是做了榜样。很多的时候圣徒看到他觉得我都好为难我这里痛哪里痛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爱主，看到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没有走不出去的理由了。阿们。看到我们的弟兄我觉得我们弟兄人我们应该也人。阿们。因为我们弟兄实在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激励区域的圣徒起来一同的进攻用。区里有几位姊妹本来在区里面没有什么功用，但是我们的弟兄一直鼓励他，鼓励他，你可以施洗，你可以做爱宴，你可以为主做一点的见证。他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激励了许多的弟兄姊妹起来服侍进攻用。主耶稣我们家有两个小朋友，一个大学一个小学，小学，我希望他快快长大。小学3年级，一个是大班。我们两个小朋友最喜欢去我们现在的张正的家，感谢主，因为那里有张正小时候玩的玩具。我们弟兄在那里也把他的玩具拿出来，连他的玩具都能够来服侍儿童。阿门。感谢主。阿门。我觉得非常的喜乐。里面觉得在我们里面是不省，但是我们弟兄跑完了他今生主所给他量的道路。阿们。他是问心无愧。阿们。到了弟兄开刀的那一天的早晨，
我们也在那里给我们弟兄的祷告，看出弟兄他在那里真是一个活出基督的人，好像是一个死亡不能够拘禁他的人，好像所有的限制都不能够拦阻了他。弟兄在那里一个祷告，然后弟兄姊妹所交通的主啊，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他的病床就推到手术，阿门。他在海那里，哈利路亚，阿门。基督得胜，阿门。我觉得感谢主啊，主按着我们弟兄在地上所量的时间，带我们弟兄经过了这四年，但是我们弟兄啊，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榜样。阿门。我觉得感谢主，我觉得他所关心的，他的父亲，他的哥哥，记得这段时间都回转。阿门。今天所放的这个 DVD 的制作都是他的哥哥花了好几天，他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但是他愿意说他能够在他弟弟的追念聚会里面有份。阿们。他的父亲跟我们一同的小孩，跟我们一同的用饭，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弟兄感谢主，知道我们弟兄他的心愿主都听见了。阿们。今天许多的来的朋友们曾经都是啊张震弟兄的福音朋友，今天有从各地来的，其实弟兄只有一个心愿，他们所信的这位主成为你们所信的这位主。阿们。虽然我们外面受了许多的限制，感谢主，但是弟兄里面信的这位主是不受限制。阿们。是喜乐的神。阿们。是满了荣耀和盼望的。阿们。